欢迎大家来到韩国首尔，开始我们为期5天的韩国游学之旅。演员会不会喜欢他？我女神。哇！特别帅。你好，大家好。找男朋友就要找尼坤那样的。张明睿就等最后一下呢。明星之间的撕逼才刚刚开始。 秒杀！来呀！尼克，尼克，尼克，我都出卖他们了，为了要钱，快！你背叛我们，你背叛我们！10000元！啊！你老子回来！我先给我，各位救我！哎呀！感动着他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太凄惨了！今天我的同学们将跟韩国的练习生 K 走向全亚洲，走向全世界。李老师，加油！